你好，师傅，弟子向您请安，师傅。啊，嗯。啊，师傅，弟子这里有许多问题想请师傅您慈悲开示一下，师傅。好，讲吧。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吃鸡蛋嘛，师傅，吃全素的人不是说吃鸡蛋有那个高蛋白质会很好吗，师傅？对呀、啊。如果对那些高胆固醇的人嘛，师傅。他不是不可以吃那个蛋黄吗？对呀、啊。那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个蛋黄，才不会扔掉呀？浪费掉，扔掉，不扔掉。啊，没关系的。不算是浪费了啊。这个不算。我那，那师傅有些对那些健身的人呢、啊？健身的人他们不是就是一天要吃十几粒那个蛋白啊，就扔掉那个蛋黄也是不用紧嘛。不要紧了，没关系，健身不管、哦、我说的是吃素的人，他可以吃素的人，他可以菩萨护法神可以就可以关照他，因为他是吃素、哦、他不能吃蛋黄，那是因为特殊原因，因为他本身是吃素是一种善心，所以他就不会有罪孽、但是你如果为了健身、身体好，你爸吃几个蛋黄你也就浪费啊。哦，这个会折福折寿嘛？那都折，哎呀，折寿不会了，没那么严重了，折点福嘛就算了，嗯。